尽管我们说你求微分求了导数把 dx 再乘过去就可以了，但是呢大家还必须明确导数和微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从概念上讲，导数和微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区别。fx 在 x0 点的一阶导数啊，是函数相对于自变量的变化率。而这个函数 fx 在 x0 点的微分呢，是相对于自变量改变量为 Δx 时函数改变量 Δy 的线性逐步。所以说呢，这两个概念还是完全不一样的。